2024彰化豚肉节。由跟风频道工作室录制，感谢您的支持和观赏，谢谢，敬请观看，喜欢订阅分享，请继续欣赏影片。很可爱的猪宝宝，天气很炎热，我们也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特别来到小心头26对，感谢猪头，很可爱，来，很可爱，因为他的猪头超可爱，大一个的啊，来，小心慢慢走，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邀请我们现场的长官贵宾呢，也依序的到舞台上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今天活动的一个庆祝仪式。好，谢谢我们两个彰化健康猪，我们请县长，县长我们请到舞台的正中间，请我们的谢立凤、谢依凤、谢委员，我们请到张县长的左手边，也请我们的陈淑月委员到我们依凤的左手边，好不好？这边呢，我要邀请中央的长官，请我们的副分所长，我们畜产的副分所长纪正一起来，谢谢。还有我们彰化县农会的张建峰张总干事，还有养猪协会的理事长，谢谢。肉品市场我们陈国兴陈总经理，好，我们一起在左右两侧，好，谢谢。没关系，我们以前面的长官等一下要启动为主，那我们请贵宾呢在左右两侧，还有议员一起上。好，那我们左右的贵宾呢在左右两侧，中间的贵宾要请工作人员帮我发上我们的手举牌，谢谢。好，这边是我们的田尾乡，我们是不是请田尾乡农会总干事吴正宪吴总干事代表我们的农会到舞台好不好？谢谢，一起，谢谢。好，来，我们这边呢手上拿着我们的手牌，等一下我们倒数到一的时候，要请大家将手牌放入到我们前方的启动台当中。好，请准备，请准备。好，准备倒数，3、2、1，彰化畜产嘉年华豚肉节圆满成功。今天的压轴来进行我们豚肉节，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现场参与。那我们贵宾呢，稍微左右靠近第二排，贵宾在两个的中间，我们一起拍一张合照的画面。好的，请大家看一下正前方，来帮我们豚肉节比个赞，彰化豚肉赞。好，再一次哦，我们给左前方一个镜头，左前方彰化健康猪赞。好，接下来我们右前方的镜头，右前方，我说彰化县政府帮我喊3次赞好吗？彰化县政府赞赞赞。好，现在我是不是可以请工作人员帮我把这个猪车车、飞猪车车帮我移动一下？我们要请贵宾朋友们一起拍照，还有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好，我们彰化健康猪给县长，好，很可爱。而且现场前方刚好一个小粉红猪跟小黑猪，就是看到他们真的超萌啊！小朋友，各位理事主席，好，我们
小朋友这边呢，可能要往你的左边走两步，左边走两步。对，我们稍微至中一点点。对，这边好可爱。好，对，这边小朋友再过来一点点。好的，好的。这边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顾问跟那个代表，我们到这边，这边，对，我们有一位到这边，好不好？谢谢，这样画面比较至中，拍照比较好看。好，可以。现在呢，我们请台上各位好朋友，还有爸爸妈妈的相机都准备好，我们先看中间拍一张微笑就好，好不好？小朋友手上如果没有东西的话，我们可以比个耶哦。啊，有小朋友脚痒痒，对不对？一直动来动去，很可爱。我们看前面一。1、2、3，耶！看中间给爸爸妈妈拍，还有我们的摄影媒体先中间拍一张。现在小朋友们看一下右边的镜头，1、2、3，我们看谁的耶最大声哦！1、2、3，哇，你们都好有活力哦，超棒的！那现在我们换左边也要耶一次哦，爸爸妈妈帮你们记录好不好？1、2、3。都有拍到照片吗？中间需要，中间再补一张，最后一张，我要看谁的声音最大声，我们让猪猪都听到，好不好？1、2、3，哇哦，怎么这么可爱？给小朋友一个掌声好吗？好，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收一下手举牌，谢谢。每年的产值的话，那身穿全国里面也最重要的项目。那我们呢，也只希望让乡亲有这个安全、品质很好的这个猪肉，所以一直在做我们的这个彰化猪肉的彰化店健康猪的一个这个。那今天呢，也让大家来尝尝我们彰化健康猪的一个口味。那除了我们呢有青农的展售，还有我们的这个各个农会他们的一个这个展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县政府的一个这个宣传。那除此之外，也让大家来品尝。那也结合我们花市的活动，在现场就有快闪的这个集章的一个这个部分哦，也欢迎大家多利用这段时间来消费。那另外的话，今天在我们田尾所做的消费500块钱的这个彰化购购的活动，特别再加码多给一个序号。那包括我们晚上在我们的这个福星的，在我们的园林的福林宫里面一样哈，在这个妈祖文化祈福活动一样，在现场是有大我们的这个序号，欢迎大家这段时间多在彰化多来消费。谢谢现场。在舞台上哦，会进行我们的一些表演。另外，我们在活动的会场呢，也有一些香肠的品尝，特别谢谢肉品市场，现在已经发送当中。还有我们彰化县养猪协会的有机肥料的发放，有100份啊，大家可以排队来领取，也欢迎所有的游客好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好，走好，走好。我呢，他的头都长刺了。来，妈妈，我们这个是啥风格啊？谢谢。来，我们接下来现场特别来把时间留给我们，我们进行的是年轻人这边的颁奖节，请所有的得奖者一起到我们的舞台上，谢谢。我们请黎荣俊跟洪廷凯，黎荣俊跟洪廷凯，请到我们的舞台，谢谢。首先，我们摩根丹呢，在这么多的竞赛当中互相刚强。接下来是我们三等奖洪廷凯，我们这边代表上台，非常的恭喜。哇哦！我们一起看前方。1.87，真的中，8.7。
在这看的。那我们的请到杨六三点，请到杨六三点，请他准备。有了，刚刚一百二。唱一唱跳跳，所以有小朋友都可以往舞台前面来入座哦，非常谢谢，也谢谢我们今天评委相当优秀的小朋友，谢谢我们的作者，谢谢班长跟老师们。我烧到几个？快到八十哎！好，我们的主持人在线上，在现场，有的看紧吗？到现场看紧吗？好像有一点点小声哎，我发现。但是在跳跳舞、唱唱歌之前，我想要先请各位小宝贝们帮姐姐一个忙，先把你们的小屁屁离开你们的椅子上，我看一下。很好，然后有没有看到我舞台的前面有好大的空地？稍微离我近一点点没有关系，好，但是不要那么近，因为很危险。这边有两个东西，很怕的，如果跳到摔倒的话会撞到，稍微再后退一点点就好了。好，这样子就好了，尽量不要晒到太阳哈。我们这边还是有空位可以站的，不然天气真的太热太热了。好，你们准备好了吗，小宝贝们？好像只有一个小宝贝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我看到你们的活力了。那你们有玩过剪刀石头布吗？那你们知道剪刀要怎么比吗？我看一下，剪刀在哪里？哇，那石头要怎么比？石头，那我看一下你们的石头有没有硬硬的拳头？很好，那布要怎么比？很棒，没错。那等一下，声音也要借给我。当我们跳到剪刀石头布的时候，要一起大声的喊出来哦。我们试一试好不好？剪刀石头。影片由登峰频道工作室录制。喜欢我的频道，请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和观赏，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哦，好小声哦，我要看到大家的活力哦。剪刀石头，好好，就是要这么大声。那你们的小手手借给我，左手加右手。好，我们左边飞一飞，右边飞一飞，请问你们会不会撞到旁边的小朋友？如果会撞到的话，我们稍微的再分开一点点好不好，才不会跟你旁边的小朋友打在一起，不然等一下我们左边挥挥右边挥挥，可能会撞到旁边的小朋友，我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好了，我看到小宝贝们都已经准备好了，那等一下除了跳舞之外还有什么声音也要借给我，可以吗？那我们要一起把音乐召唤出来，可是需要大家的活力跟声音，我们要一起把音乐小精灵召唤出来。我们手手比出一个舞，我看一下，我们要一起大声的倒数五秒，把音乐变出来，要很大声很大声哦，可以吗？好，一起倒数五秒，五、四、三、二、一。好，我听看看。好，左手叉腰，一起往下蹲。好棒哦，加油加油！好，我们尽量离小朋友远一点点，不要撞到你旁边的小朋友，挥挥手。
手指动一动，再动一动，挥挥手，二三四五，好棒，加油加油！下个动作会是什么呢？一起洗洗手，好啦，大家跟我一起做踢踢脚，再踢踢脚，好棒哦！简单起来，哟，好大声呐、哦！等一下也要很大声呐、哦，一起大声的喊，简单石头布，左点头，再右点头，上面上面下面，下跟左上下滑，下个动作会是什么呢？洗洗手好了吗？大家跟我一起做，加油加油！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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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要看一下谁的爱心最大最标准。好，选了左边跟右边，我想要看中间的小朋友们，小怪兽们的声音在哪里？小朋友，好，我想要选这个戴蝴蝶结的小朋友，来到台上来，到台上来。好，我看一下我选了几个人了，一二三四。好，我还要再选一个小朋友，有后面的小朋友吗？我看一下，有后面的小朋友吗？好哦，那我要看一下后面的小朋友们的小怪兽的声音在哪里？在哪里？好，我想要邀请那个穿黄色衣服的小宝贝，来来来，来到台上来，到台上来。哦、我们稍微再分开一点点好不好？因为你才不会跟旁边的小宝贝撞在一起起。好，我们稍微再过来一点点。好，小朋友，我们等一下再跟小猪猪一起拍拍照好不好？好，我们稍微再过来一点点，再过来一点点。好，我们再过来一点点哦。好的，台上的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那台下的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那后面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大朋友的声音好像输给小朋友们呢，不行，我们不可以输。请问后面的大朋友跟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好，你们一起把音乐给变出来，还记得怎么把音乐变出来吗？手肘要比什么？要一起大声的倒数，五。
好的，第一首呢，再来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来自伍佰。
讲。哎，伊安尼，这今今一定唔可以啊！哎呦，了了，罢了了。哎，你做啥物事？这几天看不好诶，在哪里推拿？当场举手。新加坡的，来把手。纯猪肉松，来夹看麦。把手。对，这是芝麻海苔。那我们这一把寿喜没有加豆粉、香料、防腐剂哦，可以就纯猪肉，然后我们的猪肉也是我们自己自榨的，可以养猪人家。帮你介绍一下。好啊，谢谢。上灯凤频道就有了，两天再两天，真的。上的灯，上方的方。灯凤频道 YouTube 吗？哎哎。哦，真的、哦，很赞。再两天就可以看到了。好。啊，节奏快呢，要节奏快，快点看，都看出来了，真的、哦，辛苦了，哈哈，这票钱，没了，没了，来，亲爱的家人们，大家中午好，我的身体好，直营牧场就是从自己的畜牧场，然后到对自己的牧场，然后到我们的食品厂进行那个分切加工，一条龙。影片由灯凤频道工作室录制。喜欢我的频道，请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感谢你的支持和观赏，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感谢您的支持和观赏，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下期再见。